学生，2004，也是民国93年上班的第一天，喜欢借这个机会来向各位先进来祝福，祝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应邀参加翁在其后暨在建借鉴中心启用典礼，其交所开业到今天仅不过5年多的时间，就陆续推出7项商品，包括5项无价指数期货及2项选择权，国内股票相关延伸性商品市场，在各位的努力之下已经有相当耀眼的成绩。如今期交所再推出10年期公债期货这项利率期货，不仅代表期货市场多了一项商品，更象征我国期货市场跨出无票市场范畴的重要里程碑，对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实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而柜台买卖中心也在今天同时成立债券借鉴中心，未来公债期货卖方可利用借鉴中心介入公债进行交割，完整的市场机制渴望为公债现货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管道及操作策略，市场也将更具效率性。近年来为促进经济建设，银河财务带调度，财政部及中央银行陆续推动公债发行时程规律化、公债发行交易制度、公债增额发行制度以及中央公债主要交易商新制的各项健全债券市场发展方案，自87年开始实施中央登陆公债制度以来，公债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91年度登陆公债买卖总成交金额已经达到59兆4000亿元，92年度成长幅度更为可观。截至92年的10月，中央公债柜场已有已经接近2兆5000亿元，日平均交易金额则高达5400亿元。如此庞大的市场，对避险工具的需求相当迫切。政委了解，为促使债券市场的健全发展，提升公债发行的效率，推出利率期货，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行政院于91年成立金融改革专案小组，其在健全期货市场议题中，特别将利率期货的推动列为工作项目之一。在财政部所属保险司、金融司、证企会等单位通力合作之下，业已逐步放宽保险业、银行业、证券业运用利率期货商品的限制。此外，在健全债券市场议题中，成立债券借鉴中心亦为主要推动项目之一，将有助于债券市场制度的完整性。以上措施都是为了我国资本市场的长足发展而努力。今天公债期货顺利上市，而借鉴中心已正式启用，本人甚感欣慰，也要对参与推动工作的相关机关单位还有同仁们表达慰勉之意。近来国内景气已经有明显的复苏，显示政府积极采取一连串财经改革及鼓励民间投资的措施已经产生功效，而公债期货的推出代表政府持续支持资本市场健全发展的决心，不但可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贡献，也象征我国金融市场迈向国际化的里程碑。相信在政府与业界大家携手努力之下，我国资本市场将更为茁壮，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最后，请祝公债期货上市及借鉴中心启用顺利成功，并祝福大家
宏图大展，巨业永昌，家庭美满，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李院长的训练及期许。各位贵宾，院长因病有要工，必须先行离开，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院长。